哇，哎，终于吃到这个正宗的这个门钉肉饼了。我不服，他为什么老从底下漏啊？哎，揪起来干啥？乐意，就是那意思。为什么只有我养你，为什么不养呢？全都抱着恨人不死的心态，你知道吗？哈喽，各位，这里是大白。我现在在故宫城墙外的一个胡同里，来吃一个门钉肉饼，说是只有四张桌子，而且没有门头，走去找一下，不知道能不能找到。哇，哎，新青年编辑部旧址在里面，书本照进现实了。这是七和楼南巷，77年就建成了。有一说一啊，这北京这胡同是真挤，这能过车吗？这应该是这儿，这确实没门头。您好，还有吗？老板搁这打电话呢。门钉肉饼来俩吧，然后再来个这个烧饼夹肉有吗？有。八羊肚吧。都有。没有主食吗？你有点主食吗？这个就是主食。不是，我就说是这意思。对，我以为这种什么饼啥的。对对对对，我以为这儿会有个什么炸酱面啥的。这墙上这仨罐子里面装的是啥？不蝈蝈吗？蝈蝈这么大？这个是配方是吧？这个。配方放这儿吗？我感觉也是。这一个剂子是多重？一两吧。一两，肉的话多重？差不多出了二两。二两，一个饼三两左右。啊，一两加一两是三两。不是二两吗？肉一两。肉也一两。啊，我以为整个，我以为肉也二两。差不多吧，反正咱也别亏了人家，人家也别亏了咱。我希望我花钱的时候，我从兜里掏这钱的时候，我掏这钱是理所当然的，知道吗？啊、这是我辛苦挣来的，哎，对，是不是挺好？这一根面就是20个剂子是吧？差不多。对。跟做饭的人心情有关系。是吧？这个，哦，捏一下，哦，转一下，哎，揪起来干啥？乐意。乐意。哎呦，最后一个完事儿。没浑身疼啊，就是前两天脑袋疼来呢。你都阳过了，你们就恨人不死，全都抱着恨人不死的心态，你知道吗？就是那意思。为什么只有我阳你？为什么不阳呢？哇，哎，终于吃到这个正宗的这个门钉肉饼了。烧饼夹肉，门钉肉饼，这是反面，就是大哥揪掉的那块。爆羊肚呢，先来尝一下。来来来来一筷子。好吃，脆嫩，一点都不老。侧面夹开啊，夹开之后，哎，把这个盖儿给豁开，看这肉，看这汁儿，再加点这个小辣椒，哎，这么夹起来吃。刚烙出来这个壳就是脆。嗯，来再看看这个啊，哇，行，不能挤太多了。嗯，三分之一的汁儿被我挤出来了，牛肉大葱。我对门钉肉饼没什么概念，我就知道它像这个北京城门上那个门钉，所以才起这么个名。尝尝这个杂碎汤，看一下。您再给我来拿一个吧，我好吃，再来一个。行嘞，行嘞，再来一个，再来一个。我不服，它为什么老从底下漏啊？嗯，哎，来点醋。哎，辣椒，辣椒，它这个辣椒真的好，是脆的。嗯，烧饼夹肉。嗯，哇，这个饼里面的肉和饼都很烫。这个饼里面应该是卤牛肉，这个牛肉味特别香。那饼跟肉加起来还是有点噎，这个汤正好。跟我平常喝的那种常规的羊汤不太一样，清淡的那种带一点点甜。我就喜欢吃这种带管的，所以我觉得特别好吃。这饼蘸个芝麻酱应该能好吃。我快吃完了，反正我还是觉得老板真的，你们不要看我这期视频拍的比较容易，跟大哥聊了好久好久才让拍厨房里面的那个画面，但是聊到最后还是能感觉到大哥那种就很真实，然后对客人和对食材都非常的认真，就高兴了怎么着都行，不高兴了您就爱谁谁。哎，就你们觉得老板这种性格能不能代表北京的老爷们儿？汤一会儿喝吧。哇，这个热乎的门钉肉饼真的很不错，真的好吃，我又买了一兜。 OK， 那这期就这样，提前祝大家过年好，我去前面这个旧址这儿瞅瞅啊。拜拜拜拜拜拜。